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啊，真的永恒不变啊，回归常寂光，真的化身如来啊，常寂光是我们的老家了，我们从常寂光出来，现在要回归常寂光，多自在啊！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断一切物，修一切善，不放在心上，啊，记住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都把它放下。啊，一心一意，就是向往西方极乐世界。这就对了，对一切法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就是真正相信。真正明了，一切诸法如幻如梦，非有非无，你不能说它有，你说它有，刹那生灭，生灭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们都感觉不到啊，不能说无，为什么？他的幻象累积起来，哎，我们看到幻象，那一秒钟，224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看不到。如果一秒钟只有10来次。10亿20次的生命，我们看到了。啊，像在电影看电影，把放映机的速度啊降低，它是1秒钟24张，把它降低到一半，1秒钟12张，我们就看到了。1秒钟12张看到是什么现象呢？我们做过实验，啊，看到是荧幕上突然闪了一下一道光，啊，半秒钟，你看光里都什么东西呢？没看到，啊，似乎好像啊有山。有人，有树木，没看清楚，很模糊的一个概念。如果让你看一秒钟呢，看到了，啊，一秒钟清清楚楚看到有人，人面貌什么不知道，啊，那什么2秒才能看到人的面目。动画了，整个宇宙是动画啊，而且这个动画是不会再出现的，它只出现一次，再就没有了啊，不像胶片的，胶片我们还可以看第二次，还看第三次啊，慢慢看，这个只有一次，没有第二次啊，所以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无。啊，理言绝律。啊，不必去讨论的。没有讨论的必要，讨论都是讲废话。啊，不要去想他，律就是思想，不要去想他，他已经过去了。
们这样看法，说依此信解法光大行，发心难呐！啊，虽不见有烦恼善法，而不薄无。这个薄无，就是完全把它否定，那是错误的。啊，你不能否定它。《楞伽经》里面说得很好。让我们对一切万事万物的看法是自心限量，是不断之物，这个说的妙啊！啊，它一个一个不断，但是确实是无，讲的太好了啊！这所有现象从哪里来？是我们自心现的。自心的限量啊，一个接着一个画面啊，它不会中断。事实是个无，不断之无，妙绝了啊！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就对了，这叫诸法实相，或者讲现实的真相。你看到了这个真相了不可得，啊，你要说是得到了，假的，是你自己一个妄念妄想，那你得到了，事实上你完全得不到。心包括我们的身体，这身体我得到了吗？没有，刹那刹那在生灭，不断之无啊！啊，身体是自心限量，不断之无啊！我们的医报，大的在地球，小的我们这一个村庄。也是自心限量，不断住，常做如是观，心就清净，就能放下了，肯放下了。啊，学久了之后，啊，厌烦心里面起心动念。妄想杂念，那对这个东西嘛，厌烦啊，那什么修清净心，清净心在现前，我们一般人每个人都能修的，最忌方便的无过于念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当中的清净心。好啊，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所以不能说它完全空的，那我去空错了，有而非有，空而不空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所以可断可修啊，啊，我们不否定它，无界实相，我们真感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教我们的五伦五常八德，我们真感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违背。啊，自己应该遵守，信德，以这个。教化别人，教化有身教有言教
啊，说给他听是口言教，做样子给他看是身教，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头，好事应该做，与菩提心相应，可断可修。是故虽愿习断习修，而不违于无愿三昧。无愿三昧就是三空三昧，空无相无作，不违背圆融的啊。虽愿呢戒度无量有情，而不存能度所度，故能随顺于空无相。这个很重要，这是真修行，这是大乘，这是菩萨啊！做再多的好事，做完了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好啊，慢慢的自己开悟了。如经云，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受无众生得灭度者。这一句经文是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啊，菩萨度一切众生，度无量众生，这是事啊！啊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是理呀、啊。理不爱事，事不爱理，理事圆融。真修怕着相，他有没有着相？着了，他着了怕着相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